大家好，关注我的网友都知道，最近咱们收了一批大型的巨型猛犬回来，比如中亚牧羊犬，发现这些大型犬破坏力太强了，原来的铁丝网通通给它撕破了，所以我们买了很多这种镁格网来，这种镁格网会更加牢固，关大型犬会更加适合。现在我就带大家去猛犬基地安装这些铁丝网，看看咱们的巨型猛犬，出发。前几天连续下雨，这条黄泥巴路非常难走，我昨天开小车上来的时候差点就回不去了，轮胎一直在打滑。今天这辆货车是后驱的，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爬上这个小山坡呢？没有办法，车上的镁格网太重了，只有硬着头皮试一试爬坡。由于我没有仔细的测量过这个跑龙的长度，我发现少了一片啊，没有办法，今天只能暂时停工了，等明天再买一片镁格网过来，再把它彻底完工。这种镁格网非常牢固，相信再厉害再强悍的巨型猛犬都可以把它关在里面。谢谢收看本期视频。